国首相特蕾莎梅度过圣诞节假期后重返岗位，继续推进英国脱欧事宜。他不久前刚挺过不信任投票，现在又迎来一个好消息，英国议员对他脱欧协议的支持率正在上升。英国议员对特蕾莎梅脱欧协议的支持率在上升，据报道，英国保守党内的几个欧洲研究小组 EPRG 和民主统一党 DUP 准备在下个月的投票中支持他的计划，其中可能包括 ERG 领导人默德。特蕾莎梅的一位内阁部长向媒体表示，正在努力获得默德的支持。一些脱欧派人士表示，他们面临来自选区的压力，要求他们做出妥协，支持首相与欧盟达成的协议。该报道还称，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保守党和民主统一党之间的关系此前一直也紧张，但现在似乎有所缓解。据悉，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党首福斯特 Alan Foster 本月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会谈。目前市场普遍预计，如果特蕾莎梅的脱欧协议在1月14日当周遭到议会投票否决，政府可能会在两天内提出第二轮投票。据报道，目前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欧盟最终会做出让步，但不会马上做出让步。特蕾莎梅的脱欧协议也可能遭到议会否决，但第二次投票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报道称，特蕾莎梅的首席谈判代表罗宾斯 Paul Robbins 上周赴布鲁塞尔继续与欧盟委员会进行谈判，虽然此前欧盟表示双方的谈判已经停止，但罗宾斯希望在明年1月份的第二周结束前达成协议。一位资深的政府消息人士称，我们现在非常希望能赢得议会的这次投票，如果第一次不通过，也希望第二次能获得通过。内阁部长计划让特蕾莎梅在执政两年还有另一个迹象表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有报道称，特蕾莎梅的内阁部长们正在制定一项计划，让他至少再执政两年。在稍早前公布的一封信中，特蕾莎梅敦促议员们团结起来，支持他的脱欧计划，以便议会能够继续推进工作，把重点放在英国的国内问题上。自两年前英国启动脱欧进程以来，英国的国内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忽视。特蕾莎梅要求议员们放弃脱欧和留欧的头衔，寻找共同点，专注于大家能够共同实现的脱欧目标。他的高级部长们将于1月2日重新召集内阁会议，开始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准备，包括混乱的无协议脱欧局面、脱欧进程影响英国经济和英镑走势。可以预见的一点是，英国脱欧进程将在很大程度继续影响到英国的经济以及未来英镑的走势。下图显示了灾难性脱欧、无序脱欧、英国央行2018年压力测试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对英国 GDP 增速、房价和商业地产价格的拖累程度。外汇分析师 Marriott Luscat 表示，由于英国政府仍在努力争取英国议会通过脱欧协议，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将在2018年底和2019年初占据上风。2019年英镑对美元的预测高度依赖于英国脱欧协议的结果，没有根本性的偏差。所有选项仍在讨论中，不同的英镑对美元场景都是用随着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上升。预计英镑对美元汇率将在2019年初试探 1.2200 甚至 1.2000 的周期性低点，然后反弹走高。事实上这与2018年相反，2018年初英镑对美元升值至 1.4377， 12月初跌至 1.2477 低点，使2018年低点创下2017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如上所述，对于英镑对美元来说， 1.2000 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弹区域，也是2017年3月英国脱欧公投后的低点。随着英镑对美元接近 1.2000 水平，随着越来越多的价值投资者考虑进入市场买入便宜的英镑，英镑对美元真的需要一个硬脱欧方案才能跌破该重要支撑位。英镑对美元交投于 1.2000 水平下方，仅发生从1984年12月至1985年2月的3个月，此后
历史低点将追溯到1970年。外汇分析师 Larry Aplascat 认为，不管英国的经济基本面如何，英国脱欧很可能在2019年初拖累英镑走低。之后，英国脱欧紧张局势将在夏季释放，随后英镑将反弹。外汇分析师 Larry Aplascat 预计，英镑对美元将在2019年形成关键底部，英镑对美元日线图会同财经易汇通软件显示。